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AIT 内湖新冠即将于6月落成， AIT 为此举办那些年我们一起参加过的 AIT 活动照片募集活动，欢迎各界朋友到 AIT 脸书专页分享与 AIT 共同的记忆，相关照片也可能获选在内湖新馆与美台关系展览中展出。 AIT 时常透过脸书专页与台湾民众互动，也分享各式活动讯息。近期因 AIT 内湖新馆将落成，又逢 AIT 成立40周年， AIT 为此举办那些年我们一起参加过的 AIT 活动照片募集活动，邀请各界朋友及脸书粉丝在 AIT 脸书专页分享过去参加 AIT 活动的相片及对 AIT 的记忆。活动即起自5月28日为止， AIT 表示，过去40年来 AIT 致力深化美台伙伴关系，并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强化美台人民的长久友谊。例如 AIT 组队参与龙舟赛、美国音乐出访计划访台音乐会、学术交流计划或 AIT 官员走入台湾民间演讲讨论美国的多元价值等，不胜枚举。 AIT 邀请民众留言分享与 AIT 的记忆，照片需包含活动时间、地点及活动对个人的意义，留言时并加上